到了一年一度加州全保开放的投保期哦，那么今年加州全保将全运出动，开启特色巴士来宣传，也向华人社区来宣传健保事宜。今年的巴士宣传结合了酷炫的舞台和华裔青年舞者的精彩助阵。华裔街舞团体为了这次活动特别精心安排了舞蹈，结合加州全保生命可在瞬间改变的主题，将在活动展示才艺。同样，加州全保的总监 Peter Lee 也会与华人媒体见面，鼓励民众登记入保。今年的入保期从10月15号开始，一直到1月15号结束。12月15号之前在 coveredca.com 登记，可以在来年的1月1日起享用健康保险。联邦的入保截止日期是12月15号，但是加州的入保会持续到1月15号。这次的宣传活动希望为更多的消费者提供服务，帮助他们选购合适的健保计划，得到应有的福利。活动在11月12号下午1点10分核桃市 Delos Dance and Performing Arts Studio 举行，欢迎民众前来参加。中方电视编辑报道。